讲水的画法，这个第一堂课呢是画一个瀑布，讲瀑布的画法。 还是一支大笔，硬毫，蘸比较重的墨，先把瀑布两边的山，我先画从近景开始。这个山的画法也是用这个沟村。 瀑布的方法呢，有水纹的，有勾线的，有这个空白的。咱们今天就画这个空白的瀑布，用山石把它留出来。